Hello，大家好。海盗啊，哟，看看这些僵尸虎视眈眈，来，先来看一下我们要种一些什么东西。豌豆荚、土豆，回旋镖射手。卷心菜投手，冰冻生菜，还能再加一个吗？土豆地雷，OK 啦，这个还这个哦，这个不行了，那好吧，就这些。先给咱们种上向日葵。抓紧时间，又来了一颗太阳！哇，先来一个土豆冰冻，在这儿放一个土豆吧，再种一颗向日葵。这么快的，那咱们先放一个卷心菜投手吧，把向日葵种满了，咱们现在就可以放一些武器。把土豆先摆满。这边放一个投手，阳光蛮充足的。啊，最后一排这个，来，先把你给冻住。什么礼物？丢弃礼包。看看我们现在这里要再放一个，这个哎，呀，这一个荡秋千的僵尸，这儿放个土豆。第一个有点危险哦，放个什么呢？快点啦，小太阳，快点生产呀！哎，把它赶紧冻住。哦，My God，吃掉我一个投手。多放一个土豆好了，在这儿。太阳不错，生产的不错，这儿再放一个，第一个，土豆第一个再放一个，哦，天哪，一大波僵尸来了，好吧。给你一个炸弹，太棒了！金钥匙也拿了，时间真充裕。过了吗？这是过了吗？
打开看看，好多金币哦。哇，太厉害喽！点击翻牌，获得关卡钥匙一枚，继续。看一下第二关是，第二关怎么玩？准备开始啦！信心满满。把这个不要，给这个放上去。哎 ，OK 了，好，开始战斗，准备好，赶紧种太阳花，种向日葵。这个向日葵一定要多种一些。已经有了，已经有僵尸出来了，在这里再放一个土豆。现在应该放一个投手。哎，这个点错了。危险了，失误啊，刚才是失误啊。再种一个土豆就好了，在这个地方，或者是没问题的。再放个投手，先把它给冻住。土豆来了，土豆可以多种一些。哦，还有一个位置没有放。好厉害啊，这个哦，这个怎么这么厉害，一大波僵尸要来了。又来了一个，这个僵尸还蛮厉害的。再放一个投手。赶紧放呀，把我的武器。
通通灭掉。太棒了，又赢了。咱今天这是手气不错呀，点个一，获得五颗钻石，太棒了。新币也领了它。